红烧狮子头太好吃了，相信呢料理之王一定会收视长虹。刚刚那个狮子头哦，狮子头，这位是第一次吃啊，真的我没有吃过。刚刚吃的时候，我有就是稍微研究一下。你光是用吃就可以研究了。刚刚里面有脆脆的，是不是有那个马蹄？马蹄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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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样东西。因为我人比较洁癖。对，所以就是东西要干净。还有一个是，就是吃的时候当然是好吃不好吃是重要，然后吃完之后会不会觉得我还想吃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有的时候是吃完一口两口，哦，觉得好腻哦。对，因为我也不想浪费这个食物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我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就是我要全部的菜全部都吃完。